续来跟大家做介绍。右手边第一位，这位就是各位的老师陈启山教授，他是台北科技大学的这个资深教授，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有非常深的这个资历，也是有化学博士。他在这个专利里面替我们的制裁局做了很多的审查案件，而且他的服务远播到了国外去。等一下他会跟我们分享一下，至于这个好的专利怎么样去养成，到底台湾的企业应该怎么样来引领。第二位呢是远从韩国来的沈东炫沈教授，三星任职大概20多年，那么是日本的授权部的总经理，然后后来在 Intellectual Discovery， 就是韩国的政府基金对抗patent troll， 大家应该知道说这个恶意诉讼这个部分，韩国最早面临这个问题，所以他是在这个公司担任执行的这个 director。目前呢，他也在跟三星非常有关系的一个 SNKIP 里面担任他自己公司的这个董事长。今天会跟大家介绍一下标准必要的养成。大家知道你用的这个 MPEG、HEVC 还有 D 啊这些很多的这个标准必要技术都是他实际参与授权到全球的。专业呢，其实中国邀请好多次到中国去做演讲，而且给了他很多的consultancy 跟这个 professorship。 现在坐在第三位的这位呢，就是非常有名挑动这个首三星跟苹果手机大战全球大战的这个要角。他曾经担任三星 Display 三星电子的 VP 副总裁，是三星Display General Counsel， 前几年担任 Intellectual Discovery 的董事长。目前韩国政府又委托了他一个很重要的职务，就是在韩国的创新智慧财产平台由他来做这个主席。所以呢，韩国有很多的经验，等一下他会跟我们做这个分享。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他其实是我见过学位最多的人，他有4个不同领域的硕士，还有一个 JD， 所以我们也可以跟他做一个很充分的学习。像昨天他也在我们学校做了很深刻的演讲，他会告诉你说三星到底是怎么样变成今天这样的一个企业。接下来是我们台湾的这个前辈，我们的我的老师的老师，我的师祖那个黄清源黄教授，他是这个藏在国际事务所的资深合伙人，在我们那个公平交易法并购，还有全台湾几乎有一大半以上的这个大企业保险公司，全部他都是做他的 legal counsel， 还有我们的公平交易有很多的这个法案的建议，所以呢，等一下他跟我们分享很多很重要的这个案件。那另外呢，在黄教授下隔壁是我们很有名的万国法律事务所智慧财产部的这个主持律师，大家知道 Hello Kitty 吧？ Hello Kitty 怎么样在台湾维权、全球维权都是他们公司做的。怎么样让公司很有面子，然后让企业很有面子？那当然不只是这样，我们的智慧产权法院的这个法规议案的推动，台湾很多重要的这个专利诉讼都是他们事务所合作的。大家知道说之前的那个智慧产权的美花局长，是他们主持律师的夫人，然后他们的那个主持律师顾律师现在也是我们金管会的主委，所以在台湾的这个司法界，他们事务所担任了蛮重要的一个角色。在郭律师隔壁的是我们的前辈，我们企业跟学界的前辈，然后就是我们的郑州仁郑老师。那大家知道 TSMC、Acer 啊、明基，好多好多公司，他都是非常资深，很早很早前就替这些企业做了很多的专利全球布局的一些的规划，包括从研发，从这个诉讼，然后后来他把这个热忱转到教学，所以现在世新、台科大，然后在交大都有授课，那担任替我们这个创学界啊，还有企业界做了很多的这个整合，等一下他跟我们分享很好的这个案例。最重要的是，我们今天我非常的佩服，就是前辈说他们这么年纪这么大，还比我们更用功，这次我们要好好的来跟他们做一个学习。我们的年轻的希望就是我们的林俊廷林博士，那他是来自我们的国家实验研究院，他等一下跟我们介绍一下台湾在标准必要专利上面做了哪一些的努力。各位大家好，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过去这个职业律师的一些这个经验哈。当初王教授这个要我来讲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这个你们这个整个seminar 呢，就分子哈，我都不晓得是什么东西，因为我对科技呢，对这个物理啊、化学啊，完全是不懂的。虽然我这个高中的时候呢，一直念到高三上学期还在念甲醇，我一想，比如我一个同学，他这个就是这个建大的这个老板，而且台大化工系，那可是后来呢，发现这个数学实在不行，所以呢就做了这个甲醇的逃兵，
转到这个法律来了。那我今天要跟各位这个报告的呢，我想这个有几点。第一个呢，就是说，如同刚才这个郑教授所讲的，这个专利的取得呢，专利的这个发明，还有是你讲没有发明要用买的等等，这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我们有几个管道，一个呢就是当然是用所谓的 licensing 的这个方式啊，就技术授权。那我不知道各位这个知不知道，我们以前有一个法律叫做这个技术合作条例，可是后来呢废止了，在1999年的时候废止了。那它存在的时间呢有大概33年的这个时间。那在那个33年的期间呢，我们事务所呢就处理过很多这方面的这个案件啊，就是外国的这个专利授权到台湾来，然后呢那时候呢需要向这个投审会呢再申请这个技术合作。那有些呢当然是这个外国的母公司授权给他们台湾自己的子公司，有些呢是不相关的这个公司啊，然后做这种技术的这个授权，所以是蛮多的。那不过后来呢这个政府大概觉得说这个主要还是私人企业间的一些这个商业行为，所以呢有就不需要特别加以这个经过政府的核准。所以目前呢主要呢只是一个税的问题，也就是说你假如想要申请技术授权要免税的话，那你还是需要申请政府核准，也就是说主要是我们工业局呢需要 review， 然后核准以后呢才可以享受这个税的这个优惠。那除了这个以外呢，目前都是一个纯粹商业的行为可以进行。那第二个管道要来取得这个专利呢，当然就是可以透过买的专利啊，授权呢是没有取得授权。那第二个管道呢，就是把这个专利买下来，就像刚刚郑教授所讲的，这个韩国的公司呢，去买了很多这个国外的这个专利一样。那这个方式呢，是把专利的这个授权呢移转给买受人，所以呢需要经过专利，假设台湾有登记专利的话呢，就必须要经过专利我们专利的政府的这个登记单位呢去做这个移转的这个登记啊。那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呢，也是买的，但是呢它不只是买这个专利本身，而是透过企业的这个并购，把整个这个公司买下来，或者是把整个公司的这个资产负债呢整个买下来，然后包括这个资产里面呢包括这个专利啦各种技术等等。那这一方面呢我们事务所也是处理很多的这方面的这个案件。这个有一个呢我可以特别提出来的，就是跟这个 Acer 有关系的。TI 呢跟这个 Acer 呢曾经在1989年的时候呢成立一个合资公司，就是一个 joint venture company， 那专门来做这个 DRAM 的这个生产啊。后来呢在1997年Acer 呢又买了 TI 的这个Mobile Computing Business， 不过很可惜呢，在1999年 ，TI 呢，它弃守了这个 DRAM 的这个 business， 所以变成是这个 Acer 呢单独这个来经营。那可能是因为整个 market 的这个关系呢，可能经营不是非常好，所以后来在2000年的7月呢，就被这个 TSMC 呢并购了，那所以 TSMC 呢在那一年呢，合并了那个 TIAcer， 还有这个四大的基底电路啊，所以TSMC 现在这么成功，那它也是透过不断的这个并购，取得各种各方面的这个技术，然后呢变成这么的这个壮大。这是我们所提到的，就是说可以透过 licensing 跟透过这个
M&A 就是企业并购呢来这个取得技术。那接下来我想这个跟各位报告的呢是这个这种专利跟这个公平交易法呢会有这个互相竞争的这个问题。因为专利的本质呢就是说可以禁止别人去行使那去用他的这个专利的这个技术跟方法。可是呢假如是说你是在一个这个 monopoly， 就是说有这个独占的那种市场的定位的话，你假如是说又采取一些违反公平市场的这个行为，然后去做这个专利的这个行使的话呢，那就会跑到这个是不是违反这个公平交易法的这个问题。那这个我们的这个专利的单位呢跟公平交易委员会呢是有一个 understanding 的，就是说这个专利呢假如被滥用的话呢，那还是会有公平交易法的问题，所以公平会呢还是会加以去审查。那在这方面呢，我想各位最近应该知道，就是说一个非常有名的案子呢，就是Qualcomm 高通呢被我们的这个公平交易委员会呢处罚了新台币234亿，非常大的一个金额，这可以说是公平法这个公平会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处罚的一个案子。那在这个案子里面呢，它就是有牵涉到一些这个权利滥用的这个问题。那最主要的一个关键的呢，就是说 Qualcomm 呢在这个 industry 里面呢它具有独占的这个地位啊。那有了这个独占的地位呢，它又采取了一些这个行为来限制这个竞争啊。但有哪些行为呢？最主要的有三个。一个呢，它是要求这个晶片的竞争同业呢要提供价格、销售对象、数量、型号等等这种在市场上呢很敏感的资讯啊。但是你知道这个你的竞争对手的这些非常敏感的资讯，它就是要求你要提出来。那第二个呢，就是没有经过专利的这个授权呢，我就不供应这个晶片。这个就是刚才我们郑教授所讲的这个胎印的这个观念啊，就等于是把两个东西呢绑在一起，是本来是不相干的，把它绑在一起。那第三个呢，它是对于某些厂商呢给它排他性的一些独家折让。这个就是所谓的我们公平法的这个差别待遇啊。那差别待遇你是可以做，但是呢一定要有一些正当的理由啊。这些正当的理由比如说你采购的这个金额不同，你的这个 credit term 不同啊，或者是你是不是这个第一个跟他共同开发的，还是说你后来加入的啊，因为后来的你要让他去供应这个产品，让他去开发，然后制造其他产品的时候呢，当然会有比较多的那种 after sales 的一些 service 啊，那你当然也许可以 charge 不同的这个一个费用或者是这个价格。那除了这些合法正当的这些这个差别的理由以外呢，也是不能够对于这个不同的企业呢给予这个差别待遇的。所以高通呢它就是有这些这个不当的一些竞争呢，所以呢被我们公平会呢处罚了这个相当大的这个金额。那我想呢这方面呢的确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说我们厂商在进行这方面的工作的时候。那最近呢我们就有一个这个国外的厂商来问我们一些问题。那有这些问题呢我们可以再就是说更了解一下它跟公平法的这个关系哈。我们有一个日本的厂商呢，它是在 OLED 方面呢一个关键
零组件的一个制造商啊。那这个上面呢还有这个原料，然后下面呢它才供应这个重要的零组件呢给这个 OLED 的这个生产厂商。那我想大家知道 OLED 目前还是相当这个有独占性的一个产品。那假如是说有人也想要进入这个 market， 那他必须要去取得这个关键的这个零组件。那在考虑到要不要给这个厂商卖这个给这个厂商这个关键的零组件，然后怎么样的方式来卖，那卖的对价是什么，这个都会产生一些公民法的问题。比如说他假如是要卖给另外一家可能的一个厂商的话呢，那他可以这个互相交换这个patent 啊，either 用把它买下来，或者是等于说我卖给你这个产品，然后呢你给我一些专利的一些技术啊，或者是授权你的一些专利技术给我。那这样的一个安排呢就会对，另外一个也有可能呢是不给这个专利或者是其他的技术，而给他另外一个公司的他的一个子公司的一些股票啊。那假如是说要取得股票的话呢，那又会牵涉到我们公民交易法里面有个结合的观念啊，也就是说你只要是结合，然后超过某一定的一个市占率，然后结合或者是超过那个 annual sales 超过某一定的这个金额，那你就必须要经过我们的这个公民会的这个核准啊，这是所谓的这个 merger filing 啊，就是合并的一些这个向政府申请核准的一些规定。那那假如是说用这个专利来做对价的话呢，那当然就会有专利的移，我们刚才讲的专利的移转或者是专利的授权这方面的这个问题。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他假如是说要这个卖给他这个这个关键的这个零组件的时候呢，他可不可以要求某一些这个技术呢也就是说他当初发展这个关键零组件的时候所取得那些技术他需要他来分担一些这个成本啊。那这个成本呢因为这个之所以会成为问题呢，是因为当初他是跟另外一家这个厂商呢是共同的 co-development， 就是共同这个研发起来的这个一个技术。那他现在主要的产品也是这个卖给那一家这个厂商。那现在我只要是卖给另外一个厂商，那我可不可以要求他要来分担过去我开发的这些这个费用啊？那这里面也就是牵涉到我们刚才所讲的，你就不能够有 discriminatory 的这个 treatment 啦，还有呢，你必须要，假如是要有一些不同的这个待遇的话呢，你要如何来 justify 等等啊这方面的问题这个出现了啊。所以呢，我想我就简单跟各位报告一下啊，就是技术移转的一些方式，以及呢它可能发生的这个公民法的问题。那谢谢。